Yellow Reason Franco D。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，他告别我们而去。他为了千万民众的生命冒险发出了声音，有谁愿意倾听？依着人心发出了逆耳忠言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我希望能够定格在那一瞬间。有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奋战？又有多少傻逼在想着发财盯着国难？正当头抗击疫情，不需要任何理由。可所谓的公情和所谓的人心正在被你们一点点消耗殆尽。是事实真相还是虚情假意？谣言四起，全都被假消息蒙蔽。能否给我一点理由认同你们的诚信？本早就应该公开的信息，为何搞得如此神秘？万千民众诚惶诚恐，每天晚上对着电视看着新闻一加一，了解更多的信息。可回应主持人的问答，话语透露出多少油腻？是谁扣了六千赠物资？是谁在嚣张跋扈？记者可以采访贩毒，却进不了武汉的仓库。可有人却能行走自如，且信出自己的门户？对公众愤怒的亵渎，无疑等同于自掘坟墓。热搜可以撤掉，但事件不会被遗忘。心灵受到创伤，又怎能用虚幻的单位衡量？基层工作，这甘为人民工仆，却没有应有的防护，只能凭借血肉之躯咬紧牙关，把生命之屋建筑成一道最坚固的防线。面对灾难，众志成城，相信人定胜天。病毒就算再过万古，也能与之抗衡。齐心协力共度难关，没有什么不可战胜。始终相信正义会来到，就算它会迟到。报应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。天灾再过凶残，也比不过人性的险恶。但总有星星之火在你我心中闪烁，它能抚慰受伤的心灵，治愈精神的创伤。这个痛苦也不要轻易表露在你的脸庞，也许困难重重，也该让自己表现得更加坚强。只有爱恋，雨也会化为鸟语花香的天堂。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有着不一样的声音，就算未必完全正确，也需要被认真倾听。比起谣言四起，更怕主流媒体失去本应应有的公信。希望你能永远看清时代，永远能够保持中立。